强女团来袭，年龄不是问题。你要水对不对？来，杨静平，救护车，救护车！最后一次演出，抓鳗鱼大挑战，比性感也比大胆，还有还有性感，很有信心哎，很有信心，怎么可能抓得出来啦？差点摸都不敢，加油！是熊熊长青女团输浪输顶，谁才是最强女团？同学来了。 OK， 好，近几年来韩国掀起女团的这个热潮嘛，哎呦，遍全球了，像 Blackpink 啊是等等的啊，还有这个 Twice 里面有来自宝岛的这个子瑜，对对不对？还有很多什么阿妈奎咖，哎呦啊，G-IDOL 对不对？台湾是有经典女团，有啊，我们也有啊 ，SHE 啊，哇 ，TI 八都生小孩了，开心了 ，Fall in Love。对啊 ，Fall in Love， 陈琳就在里面 ，Fall in Love， 对啊，其实哈，这个女团就是一团一团一直出来，每个世代都有新的女团啊。你要如何在这个女孩的浪潮当中能够屹立不摇，在浪尖上，哎不被打掉，对。还有那种长青女团，到现在还可以继续比拼的，哎呦，长青女团，哎有啊有啊有啊，例如我们今天就会介绍啊，哎呦，哎。要来 PK 的啦，今天要来 PK， 好不好？现在有一团是最红的，最红的，这不是长青团的，是哦，他们的粉丝朋友年纪也都很小，年纪因为是兔子团是年轻的，年轻。上一次我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，你去看演唱会，我去看演唱会，人家以为是我，人家以为我是去找女儿的，你是家长。我说，请问你要找女儿？女儿不能太晚回家是吗？不是，我是来看演唱会的。哇，哎，所以很年轻又很红，是，来。一起来欢迎 HR Plus， 欢迎！哇，这个气势，这个阵仗，这个气势，不得了，不得了了！欢迎你们 HR， 太漂亮了，太漂亮！请坐。你看到没有？他们今天一来，哇哇，好香又好漂亮，整个摄影棚就交给他们了，真的气势。有的好帅哦，好帅，表情超帅的，每个都很有特色。他们这一团就是全部包了，你要帅气的，要漂亮的，要甜美的，要很会跳的，很会唱的，是不是？超会跳的。然后年纪小，他们也有年纪小的哦。哎呦，最小几岁？最小应该是裴杰嘛，对不对？裴杰最小啦，不敢啦，好，最小立善真，脸最小，脸最小，十二岁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这敢回答啊？对吧？没有啊，真的有谁谁谁谁？香兰，香兰哦，几岁？今年十五。15岁，但是他声音蛮厚的，真的。他是我们的低音炮。低音炮，哦，哎呦，哇，厉害了！那还有新成员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听听你们。对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凯琳。对，凯琳好啊。Hello， 思雅呢 ？Hello semuanya， nama aku Gracia Jenwilin。哇，哎，来是哪个地方的？谁可以帮我翻译一下？刚刚思雅说是大家好，她是思雅，来自印尼，应该是吧？没有翻错吧？对不对？是，应该是。哦，来自印尼，印尼人。现在大家都 international 国际团体了啦。我看里面应该最凶的应该是 C Holly， 因为他都会饶舌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凶吗？啊，还好有其他人更凶一点，头上有铆钉。应该还好，你是说身材部分？对对对，身材部分哪一位最凶呢？不是我就对了。来，接下来要踢馆的这一团，他们有最辣长青女团的称号，而且他们为了这一次的演出啊，我们这个通告是一个月前就发了。嗯，为了要对抗你们，他们一个月前成军，然后每天苦练，压力大了吧？那你们叫 HUR 对不对？对，他们的团名跟你有一点类似哦，啊，但是有点复古。我们来欢迎 HOT 出场。谁能比我大？我们是大
说了，先回糟糕了。来来来，有请有请！哇，哎呦，这一团厉害，他们的感觉几个这样拼起来有点，我觉得他们就是各自有各自。我以为要说像组合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哎，组合张立东，没有，他们也是一五和牛吧？而且我们三个人加起来100多岁呢，120岁，加友友的话就160岁，我们都可以生他们。你们今天团生气了，你们是不是要骑哈雷机车？然后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成员，你们是摆一个照片在前面的嘛？对不对？不老不老的概念。来来来，没有啦，你们这个一个月前就成军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哎，我们为了这个东西很早提早准备。嗯，我们真的因为要跟这么厉害的女团对抗，我们四个真的是为了这一天的那个录影哦，出来练舞练到三次，两到三才三次哦。但是我们大家这么忙哎，对，那还挤时间出来练，挤时间。然后我们还去打点滴，打那个增强体力的，因为我们太多蹲在地上爬不起来，然后我就跟小优膝盖不好，对我跟小优约去打那个打点滴。然后还吃健康食品，胸脯也会微起来，叶黄素啊、鱼油啊，维骨力啊，我还去复健科针灸哎，哇，为了这一集拼命了，越讲越心酸，拼命了，不要老命啦，拼了啦，其实不能输啦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当年可是很对他们每一个人的来头都不小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宇文姐，其实当年啊，我得过。票选军中情人跟学生情人的这个奖杯，对奖杯，对奖杯之外，还有呢，以前我出道的时候呢，其实呢，我都是保姆车，宾士 S， 宾士，你们有宾士吗？我有点心虚哦，啊，哎。是台哦，宇文姐撑着撑着，你是第一棒，加油加油加油！你要讲下去啊，宾士 S Class 哦，宾士 S Class， 他是讲的是宾士 S Class， 简称宾士，宾士，所以我是有司机，然后有保姆，有助理，然后我告诉你，我以前唱歌的时候啊，因为我气比较虚嘛，然后我们公司还帮我找一个代唱哎，你可以说代唱是怎么代唱？就是我在前面唱校园呐，他在后面帮我垫声音啊，这个是对的。可以教我们说出来吗？你是那个丑女大高规格吗？什么丑女大飞人？在丑女，丑八怪。那部电影没有内讧，我们自己人，不要内讧，不要内讧。照片，照片，有没有漂亮的？漂亮的，你看，军中情人，你看，给你们看一下好不好？16岁，哇塞，漂亮啊！哎，很漂亮哎，而且零滤镜，这是报纸哦，报纸，有够美哎。然后看看这一张，反应哇，这是报纸哦。报纸哦，学生情人，自由时报，看这记者，老记者何宇文，学生情人第一情人，看看我的竞争对手，击败强敌苏慧伦，苏慧伦，这是还有天心，天心也有，天心哎，哇，天心才第三名，他是第一名，他击败苏慧伦，击败谢金燕，还有击败林叶婷，还有方继伟，哇，夺第一名。你那么厉害，这个好珍贵哦！对啊，来来，赶快赶快，这很珍贵，赶快摆回去故宫博物院。哎呦，这故宫要裱框啦！对对对，这借出来的，我告诉你们，很厉害的。我怎么觉得军中情人跟学生情人听起来超古董的啊？不准你把它讲出来！我来是老舍会讲过吗？香兰有听过吗？香兰知道什么是军中情人吗？对不起，没有，没有。不好意思哦，古董才值钱哦。越来越哎，我们就是跟乾隆那个瓷器一样，好不好？不用讲到乾隆吧，你可以说威士忌。他们没有可以说威士忌。我们是九月陈月香，越陈越香。对，好的酒一瓶好几万，好几十万都有。对啦，黑啦。但我们也有我们的 MV， 然后呢，我们也斥资了500万也可以买。宾士吧，啊，而且这个 MV 呢，我们出道的 MV 在国际上得了非常多的奖项，8个国际奖项，而且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德国都有。我觉得这似乎比做宾士更荣耀一点吧。他们是直接把钱边唱边装可爱，把钱。直接砸在作品上面，没错。这我还访问过香港四大天王黎明、刘德华、张学友，这些全部都我好朋友哎。你不要跟我不要话，和宇文，我不是吹牛大赛好不好？我现在不是吹牛大赛，糟糕。我们第二位更强啦，我告诉你，是我对 Fall in Love， 对，我们是 Fall in Love 的。然后当时我们的我。
我出道23年，23年。你要吃银杏了吗？还是对，23年前我们那时候 MV 是花了1000多万，1000多万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做全台湾应该是的第一组的虚拟偶像团，虚拟偶像。一个公告低，加油！等一下，拿一瓶水进来，好。悉尼，哎，一个是那个什么，其实我们好接话都讲不清楚。另外一个是悉尼，悉尼偶像。好啦，让我说一下。好啦，他说了，不要打断他。虚拟偶像团体，所以那时候对虚拟的粉丝都是虚拟，所以那时候是完完全全花了在。张立东，你出道几年？okay. 你搞个点评，那我礼貌哎，你就没礼貌哎，对，没礼貌，没有礼貌，礼貌，礼貌，哦，礼貌。对，然后我们那时候去，因为我们是从香港内地那边就是红回来台湾的，所以那时候就是我们光在内地，然后可能去跑通告的时候。走就是从摄影棚走到马路，可能只要3分钟的时间，但是我们大概走了半个多钟头，就是真的完完全全被上百人整个大包围这样子，哇，真的很夸张，真的非常夸张，人海啊！所以今天就是要出来，然后把他们打败，对不对？对，哎呦，虽然是后辈，哎，不对，虽然是前，哎，对，我是后辈，你是前辈，虽然是前辈，但是后辈。你是靠背。今天前面两位到底怎么了？到底还是要加油，不能说因为是很厉害的女团就欧比跳，我们不会。对，欧比什么？随便跳，欧比跳，你懂我？我 get you。哎，好 ，OK， 接下来。好，换我。我是曾经呢有红到登上日本东京那个体育版，看不懂字是吧？东京日报，你们老花眼镜啊！东京传了是不是？还在传？这一团到底怎么了？我们传了吗？我不能讲话这样的。东京日报头条，帮我讲一下。来，我们的他曾经红到登上东京日报的头版头。对，因为我是现在很当红的啦啦队嘛，大家都知道啦啦队。然后我是啦啦队的古董级，就是第一届的女团员。哦，对，蓝绿熊。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球员很厉害，打上台湾第一名，所以代表台湾去东京巨蛋比赛直棒。我要讲什么？就是因为有你们的加油，他们每队冠军会打。亚洲职棒大赛，然后我们的礼遇是我们一到日本呢，对，那个粉丝每个联盟的冠军要好多人，然后送我们的礼物，送到我们带不回台湾。送你们礼物带不回台湾，送太多了，送太多，就是我们到日本，他们日本人也很喜欢我们，想说，哎，台湾来的啦啦队怎么那么可爱，然后还意外得到就是体育的。那个新闻的头条，头条 ，OK， 还有呢，小优，好，我帮我们的团员加分一下，我们其实真的四位都很厉害，我不知道他们今天三位可能寒流来了，有冷到，我之前呢。这个虽然说刚刚保姆车已经说过，但我要讲哦，怎么又我们那一场，因为我那时候曾经组过一个团叫强尼草莓，我是跟夏荷西、夏雨欣，然后还有英英跟艾雅，我们组过一个团。那一天的尾牙，只有我们跟高凌风大哥有保姆车，懂那个规格吗？就是那天连奶哥主持人都是自己坐高铁下去的，天哪！所以我们可以跟是不是搞错了还是真的啦？真的，连奶哥都是自己坐高铁下去的，高铁比较快嘛。但是因为我们是有这个规格，我们要坐保姆车，因为我们还有气势要强，书画老师什么的，而且我们之前还曾经在《康熙来》跟《Wonder Girls》同台过，哦，这个厉害吧？韩国那时候的天团 Wonder Girls， 我们是跟他们致敬，我们跳我们的舞给他们看呢。哎，这个经验这么丰富，你们要怎么样抢，对不对？佩姐有办法反击吧？对，但因为我们好像出道还没有很早，我们就有登上2次小巨蛋。也太强了，这个轻松就击倒我们。一句话就把他们击败了，傻眼，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千万不要忘记，其实有好朋友，真的陪审团，对啊，好不好？男大生们，问一下你们在这，他们等一下会表演的，你们看好我们这个新成军的 HOT 吗？听起来都蛮有精力的啊，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吹牛啊 ？OK， 那一号嘞，一号你觉得嘞？我比较看好 HUR， 啊，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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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每个都很年轻，然后很会跳舞的感觉，而特别喜欢希哈里，谢谢，粉丝来的。
的哎，你小心，我等下打火机一点就点烧了，点烧了。来，那个都虚虚了不起哦。你看他们头发，现在年轻男孩子，你看来六号，来来来，六号六号，请问一下你头发哪里弄的？哎，这个很流行，流行哎，现在唱嘻哈的也都会烫这样啊。对，他说在嘉义用的，在嘉义用，那是烫的吗？还是对烫造型烫的？这颗是烫的，嘉义的砂锅鱼头，哎。来来来，刚刚看听到两组这样对呛，你觉得你比较支持谁？对，我比较支持 HU 啊。哈，是哦，所以你们六个人里面有没有一位是稍微是我们的？有啊，三号用了，来来来，三号来来，我自己比起现在的偶像团体，我比较喜欢以前的比较老一点的偶像团体。我听我讲，所以我现在，所以除了他们以外，我比较老资深，所以除了他们以外，你的其他偶像是大小百合。我现在开车还在听飞轮海，飞轮啊，好灵魂啊，红海，你觉得他们你是比较喜欢的痛调？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，谢谢。都支持者各自都拥有一些，都有，是的，来来来，哎，好，那好，马上就要看两组的表演，进行表演了，好，来，我们先请我们的 HUR 带来他们的表演。哎呦，哦哦哦！先让新雅讲。是，我觉得女团真的很不容易，而且九个人那个队形超难走的，要记自己的位置，然后有时候舞蹈还要不太一样。OK，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们年纪都非常轻，都很有舞台魅力，我觉得很强。然后动作都很到点，因为我觉得女生的手其实要很干净很难，因为手比较没有力气。啊，对，所以他们每一个都很干净。好 ，OK，
怎么样？看了一下，看完这个 HUR Plus， 觉得小菜一碟吗？很厉害，我觉得，因为而且我觉得他们除了我觉得动作很基础很棒之外，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在跳的时候，他们脸部的状态跟头发是一样的，真的，而且他们可以边跳边放电，刚刚这些人跟疯狗一样。可不可以收敛一点？我们是 hot 嘛，我们内在那把火是不会输他们的。嗯，对啊，就算膝盖不好，我们还是会蹲下去。对啊，对。俗话说得好嘛，就是你看，常常有人说什么老狗玩不出新把戏，没有的，这是错的。而且他们一点都不老，你看他们那个表演画面。非常精彩，训练我们有训练的画面，对不对？非常精彩，我有骂人哦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先一样开始，起吧 ，I'm a queen cat，I'm a queen cat，I'm a queen cat。哎，你看看我这个长相，我真的很像激素吗？我哪有？哎，我发型现在都照激素在剪吗？老师，我今天尽量先不大跳，因为我刚手术恢复。这边都动胸手压到起吧，胸五二三四五，阿杰的胸刀，二三四五六七九一，小心，三四，我残废，对，我真的很衰，遇到一年一度的大比耶，咻拍下倒。哎呦，没有看到没有，多令人感动的这一段影片，是不是？看得有点大家要犯泪了。刚刚那个语文还有那种复健的动作，对，就是胃不舒服。细小瓜在旁边在扶他，这到底在教什么动作？怎么会这样子？小瓜今天也很担心，他今天也来了。啊，小瓜来了，小瓜先来了，来了，你来了，来了，哇！有没有？我们再次要跟大家报告，虽然大家都全世界人都知道，他是周子瑜的老师。对，周子瑜。我跟你讲，刚刚他不是说，哎，你们四个人那个全部人都表演很整齐，我觉得表演整齐的舞蹈已经不好看了啊！真的吗？就是要那种很乱的比较好看。你有确定打预防针啦？为了赢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你已经到这么不知羞耻，你知道他们有？这个学生有多难搞吗？他们四个，他们就是一下，比如说我这样跳那个舞，像刚刚那个就是Blackpink有这种动作，就是要一起这样律动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：“老师，我的脚怎么样怎么样？”然后又有另外一个说：“啊 ，voguing 什么时尚，我们不要流汗，要时髦。”他说：“老师，用我的手怎么样怎么样？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小啰嗦。”然后不是你要，他们有些可能有些舞时间呐，或者对，然后我跟你讲，他们又会说，他们膝盖会不会？然后他们就会说，老娘生了三个小孩什么什么，我又不能骂他们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吧，然后我回家就开始就是念心经啊，想说我要度化这一切，不要生气，莫生气，然后要把自己心静下来。然后可是，在表演的时候，他们刚刚其实也蛮认真，他们就说，老师，我要再练一次，因为他一看到他们九个人一出来，他就说。不行不行，我要直接要练认真的，好生还是想赢啦。对，然后刚刚宇文姐就说，我脚要断了，但我还是要跳。我说那就断也很好看。哎呦，当最后一次是不是？对，哎，这几位都是出来就是要真的要拼了，跳到腿断他们都愿意。好，这边谢谢小瓜，谢谢小瓜，谢谢。OK， 他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已经要来了。哎呦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期待我们这个最新成军的。HOT 带来的表演，哎呦，哇，这气势也太强了吧！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好啊！哎呦！
多了。看傻了，真的，我们前面真的是，其实我们在赞美他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有一点点小担心，但完全错了，哇，他们真的太厉害了，真的厉害哎，怎么样，男生们表现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怎么样？三号，本来就喜欢的，你说有没有？我现在感觉到有点缺氧，哎呀，刚刚那个观众互动，我直接头昏右脑胀，后面那一排快倒了，后面快，哎呦，真的好棒哦，哎。我必须要讲，他们完全超乎我的期待。哎，我也是哎，真开心啊！他们一走出来，我都觉得超乎我期待，因为衣服我都觉得很好看哎，好看，好，对，那个自信感。哦，来，宇文，你要水对不对？来，氧气筒，氧气瓶，氧气筒，救护车，救护车，最后一次演出。不是，我快50岁嘞。播出的时候，这个月是我47岁的生日，然后我才学舞1年半，我当初是学舞1年半，对，那你出道的时候跳的那些，我出道一跳是可爱舞啊，但是我吃饭那个不一样，我觉得学活到老学到老是一个精神，就我们很多需要向年轻人看齐的地方，所以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舞，哇哦，对不对 ？Collaboration， 可爱哟，让我们老中青三代一起登上大巨蛋，哎呦哎呦 ，HUR。以后就是 HUR plus HOT， 对，直接合起来。而且其实我们刚刚有偷听到小瓜在抱怨我们，但是他在练舞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你们就他刚刚讲一些抱怨我们的话，但是他有说你们今天要对的是 HUR， 你们要给我跳好一点。小瓜觉得我们情绪化，我还怕月经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表演完之后，小瓜月经来了，然后宇文停经了。这压力有多大？压力有多大？这很开心啦。可是齐伟，我觉得很强。他是舞蹈系的，他很强。他那个阿玛奎卡，他身体是分开的。齐伟本来就很会跳啊。没有。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们在分开的。我们在教课的时候，我们会教课。教课，头先。哎呦，肩膀，哎呦，很强，哎呦，哎来来，我们拍一个，对，等一下拍一个来跟他学，来，子琪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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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的动作头怎么样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头先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哇，分开，头不动，分开，身体分开，身体要动，哎，齐慧比较厉害耶，齐慧很厉害哦。齐伟强哦，一个，头在中央，就是，你看，很像一个贡丸，没有啊，他自己这样讲的，很像贡丸，有了，哎呦，哇，来，你要换人雕舞，好厉害，对，可以，好厉害，有学到对不对？有，家有一老，
我有一包。啊，还接还接还接啊！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啦。是最后比拼了，两边就要来投票了。到底你们比较喜欢我们的 HOT， 还是喜欢我们的 HUR Plus？ 好，现在请你们我们的陪审团做最后的总评比，请举牌。来，我们要拉票吗？神圣神圣，谨慎的一票。三娘教子，来，你们说清楚，说清楚。来，我们请进终极惩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对啊，不要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能吃干抹净，然后又不付钱啊？对啊，为什么跑票？就刚刚看那场表演下来，我觉得我们老旧时代的偶像团体非常厉害，但是我被 C Holy 电到了。哇哦！那电击的程度超越十万伏特，让我真的扛不太住。哇，好过分哦！一定要选 HUR 就对了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 HUR 真的票拿票真的拿的蛮厉害的，但他们还是有票啊，还是有啊。谁把你们两位在六号？真的，你们眼睛是雪亮的，而且这两位是我没有互动到的，因为我们刚刚走到这里，到这边说。北湖啊，你知道吗？要回来，我本来是想说没有互动到，对，没有互动到，你浪费时间在三号身上，补一下，补一下，快点！怎么会遇到他们？结果得到小优，要拉拉得到小优，拉拉得小优，要洗两个小优才可以到一个拉拉，哪衰？想到吧？都洗菜龟，想不到吧？洗两个小优换上来了，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五号为什么？为什么选 HOT？看他们表演之后很感动，就是因为那个很感动，年纪这么大，然后那么努力的跳，破百岁的团体，对，那破百岁太感动，感动哦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团很好，就是很多反差感，没错，而且我们老少通吃，就是少到这种小伙子，老到安养院的都很爱我们，而且我们就是可以放下所有的偶包，这是我之前在节目抓鳗鱼的画面，抓鳗鱼。抓鳗鱼，对，就是我可以在台上漂漂亮亮，但是我还是可以去到鳗鱼包装工厂当鳗鱼工人抓鳗鱼。你突然讲一个这个，那我们现场怎么 PK？ 我们哪里来的鳗鱼啊？哈啊，有鳗鱼啊，就是有，有哇，那直接我们就来 PK 抓鳗鱼 ，Let's go。好 ，OK， 有，哎，现场直接真的直接出现鳗鱼子，厉不厉害？哎呦，就有了，是好，那我们就是来 PK 看谁在30秒钟之内可以抓得到这个鳗鱼。对，啊，如果都抓到的话，那就是看谁比较快喽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场会放音乐的，那这个音乐叫 Smoke， 是现在很流行的音乐，所以必须要带着那个舞蹈动作，还要带舞蹈。对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你要求也太多了吧？这个舞蹈谁会跳？谁会跳？来来来来，有请有请，来来来，预备备。And music. 나는달리거나넘어지거나두드려야해不要这样装了，哎。自己要发挥，听那个音乐的时候，一边要抓，一边要跳，然后就下去了。你太难了吧？就是要考验啊，对不对 ？OK， 加油哦！好，准备哦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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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nd music go， 开始。一边跳，一边跳，要不要跳？要跳！要跳！这样就是没跳，写输啦！要跳啊！你要跳啊！稍微跳一下。Smoke you, smok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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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,冒险输了，所以出来抓。是九个人猜拳猜最输，猜输的。对啊，为什么是派你出来？
因为他们觉得应该我的反应最好笑的那一个，然后他们想要笑我。有效果也很重要。有趣啦，有趣啦。对啊，来，现在就看拉拉表现哦。加油拉拉！代表 HOT，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，准备好了，三十秒钟的时间 ，and music go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爸爸买一组，哎呦，先培养感情，真的好滑哦，好滑，很孤丢哎，他可能抓得进来吧？七、六、五。是不是觉得年轻人是要谦虚的，对不对？谦虚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自信，他不是真，他是呛虾的本意吧？不知道，谦虚，他不是呛声，他真的这么臭屁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不是呛声，应该不是吧？听不懂，他是真的听不太懂，好可爱哦，很容易哦，对，很容易会被误会哦。人呢？对啊，他听不懂很正常啊。听不懂嘛，谦虚就是 humble， 嗯 ，humble， 要 humble， 要 humble， you gotta be humble， 哦，好险，好，哎，那不好意思，这回合 HOT 获胜啊！哎，这个新雅你敢抓吗？不敢啊，真的？我不敢。摸看，摸一下，敢吗？对啊，摸一下。那新雅跳什么？滑溜仔，滑溜仔。新雅那么会跳，抓他一下就好了。鼓励鼓励，加油加油，小心小加油啊加油啊加油！他其实蛮乖的啦，他很乖，哪一条不乖？你现在很熟是不是？到了，不到了，就这样，不到了。你好歹也把他拉起来，起码环绕他一下。对。看到没有，厉害了！就算是抓不起来，也有效果啊，对不对？上节目就是这样子啊，太棒了，太精彩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掌声鼓励，太棒了，谢谢。好，好，哎，对，平常一讲，我们觉得这个女团哦，一路上要经过多少训练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你来讲最对了，因为女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？那你觉得常常有时候他们又缺乏什么技能？我觉得。因为我们要拍很多的照片，然后例如说上杂志啊，然后专辑封面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女团还蛮幸福，是有很多的资讯可以让大家去学习怎么样摆 pose。但因为那时候在23年前是完全没有的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真的四个人，然后我们就是会互相真的就是会看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摆 pose 想成是拍照 ，OK， 所以一秒一个。一秒，或是两秒一个哦，就是随便摆，就随便玩，就是一直变，一直变，一直变。对，然后到时候变到我们默契四个人，就是拍十张，基本上都是很 match 的。哇，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一起两年半，两年半，前后住2年半，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摆 pose 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，默契很重要，默契蛮重要，不是。就是住在一起，然后有默契这件事情，好像对女团来说是很重要。对，那 HUR Plus 你们也有住在一起？有，我们住了大概2年啊，真的哦。那2年之后，慢慢就经过磨合，是不是也有像他们讲的一样，就是拍照的时候大家都会差不多动作有，而且我们现在新增了我们的新成员凯琳呢是超模，所以她又可以就是教我们一些摆。哎呦，好厉害哦，超模耶！那今天也要 PK 啦 ，PK 一下咯，对啊，会上你啦，机会啦，滚开，超厉害，他摆 pose。好，我们这个 pose 大 PK 是有情境选择的。好，第一个情境，在巨浪里面性感的上厕所。啊？这什么东西？那是大号还是小号？看他们自己觉得。对啊，齐慧想要大号，有的人想要大号，有的人想要小号，不一定。啊，姿势应该都一样。性感上厕所。好，那两边猜拳，看谁先谁后来。啊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赢的可以选择。那 U
first， 那 you first， 他还突然讲英文，为什么一定要跟他讲英文？他会讲中文，他会讲哦，若琳，若琳是谁？若琳，若琳，若琳，他说他台湾长大的，他看他的这个西方的脸孔，他觉得他像若琳。You go first, you in the high long light day。啊，来来来，台语，怎么可以夹英文夹台语？厉害了，好了。好，准备好了，就这一题，做几个 pose 哦，来，让巨浪里面性感上色，怎么做啊？来 ，Action！ 哦，哇，性感！有，我仿佛看到了浪的感觉，有，我看到浪了，有，而且连拍耶，他这样子，他正在，他真的有，太性感。真的有哎，哇！是不是上厕所太好看了？强啊！我觉得他整个好高级哦，高级的，时尚的上厕所。但所以你看完了之后，你就知道怎么把它 PK 掉。对啊 ，Try my best。对，你带来一些 local 的上厕所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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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here we go and music。哎呦！这个男生看得好过瘾哦，是不是？最后还是要投票一下啦，投票。这一回合的比拼，请投票。谁要来讲一下 H Raw Plus 有没有？来，凯琳的部分。嗯，我觉得凯琳就是专业的。那他一做那个下去哦，下去那个每个动作每个卡点，那个眼神，我感觉那个海风来了。哎呦，他有被海风吹到就对了。有。哎呦，他面好会讲。是香的，太棒，是香的，海风是香的。哎，很好很好，两位是平手嘛。嗯，哎，给他们掌声鼓励。厉害啦，厉害。谢谢谢谢，好 ，OK。哎，今天这样两组 PK 好精彩哦，很精彩哎，激发他们的潜能。真的，我觉得谢谢他们。那我们欢迎各大尾牙找我们表演。对，还有 HOT 的绝对比 HUR 便宜的。希望这个好像不用你们讲，我们知道。对对对，希望以后每一个尾牙季最旺的就是 HUR Plus 跟 HOT， 好不好？好，一起。对啦，再次谢谢两组非常厉害的女团，谢谢你们精彩演出，再见，拜拜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。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